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我说想要十月十号破完，今天登录的时候发现进度居然才多2%，看起来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我刚刚在收集一些宝箱，接下来看水瓶座和这个，这样上半部的任务都解完了。看起来后面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下不去。咦？我没看到声音，蠢爆了！我想到怎么那么安静。水瓶座长得好像闭起来的眼睛哦。信奉基督的谦卑骑士站在地牢的上方，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刻下自己的忠诚。最近头不太舒服，我不想动脑了，直接看攻略好了，虽然这样还蛮鸟的。大革命，水瓶座，感觉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留着之后再解啊？像这案件啊，我就攒一颗星应该还好了。第一个在我刚刚来的位置，那个警戒区里面啊，会不会是我很久以前看到的那一个？在警戒区里面，我有看到一个符号。那时候我在找狮子座还是什么座吧。Is it really worth dying over? You really try my patience. Je crois que je ne suis pas bien. Non. Allez, on marche, on se court. Le ciel. 我是这个的话，我还有印象，就在看点可以看得到的位置。这里上不去，
有抓的地方了。这是要怎么爬？还是要从这边过去？也不行。这里应该可以上了去。这地方好难爬哦。在这附近吗？圆柱的上面，哎，找到了！生命的泉源盛在满月之盆，缓解所罗门守卫心中的干渴。第二个其实就在这附近。在这个位置，你没有看为什么？是我不记得他说什么了。耶路撒冷，所以是这里，可以理解。居然有地区，巨人大道，感谢让巴提斯特·尼克雷特与他那皇家许可的剧院，伟大舞者与跳跃之王，在巴黎北边的神殿大道持续稳定发展。这剧院带来各种娱乐，也使得咖啡馆。供应商及与酒商随之而来。为了剧院的表演，演员被雇用在剧院的阳台前阳台表演游行，场景以吸引观众。许多剧院在18世纪末建立，不少于16间新戏院在1774年到1789年建立，使得娱乐网络建立产生持续不断的表演场所。大革命更加速了解放剧院的愿望，使得大众能摆脱旧制度并表现自我。在国民公会中，罗伯兹比尔赞扬戏剧艺术的教育意义。在1791年1月13日，国民会并废除皇家特权，解放剧院，并承认如同人权般的著作财产权。之前的财产权在1789年8月4日与其他权利被废止。罗伯斯比尔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啊，不对，这是圣殿骑士的资料，所以其实也很难讲。然后啊，那个字我要忘了，那个不是罗伯兹比尔，是 B。
之前我为了打那个字去查，差一点摔死。这附近应该会有一个喷泉，看到了。找到了，先把这两个杀了。安心的看眼皮，在汝阳长的黑暗之中穿梭，那两点火焰之间，即是骑士宗师最后的安息地。啊，因为喷泉，所以刚刚是口渴有关。现在骑士宗师的安息地。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一滴，它在地下入口哎。那边是有墓穴还是什么的吗？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都要把骨头堆成这样？攻略只有显示是在这个墓穴里面，要找到它还得靠我自己。这样就出去了。嗯，所以说我要再下去一层咯。对啊，这根本没有路啊。还是这里，这里也没有路啊。我找错地方了吗？再过不去，我觉得这过不去就真的很奇怪。没有道理过不去。完了，我上不去了。这是什么 bug 吗？
怎么讲？啊，终于！刚刚没有走来这哦，还有一个宝箱哎，看到你了，耶！没有动到什么，然后就靠弓可以解完了。不晓得另外一条通道是不是也有些什么？我稍微看一下哈，好奇。好像就还是一个一般的墓穴，有点渗出上面的光，是不是？地板没有很厚。还是那只是我的错觉。咦？同一个？好吧，反正我们找到了。再来，就是解这个一颗星的按键吧。等一下，我手机有点吵。他们是不是上来找我啊？你有需要吗？欠人杀。Bloody counter-revolutionary！你居然没有双手。哇，宝箱好多钱啊。等一下，我去领一下好了。做完这个之后，一具男性尸体，年纪约在40岁左右，倒卧在地铁，喉管被切断。他其中一个口袋里有一张名片，无与伦比的巴托，男主角，亚眠剧团戏院。血迹，哎，
张沾满血迹的传单，宣传将在都比兰街14号上演的戏剧作品《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所以我再来是要去戏院找。这是什么？欸，他们在观天。这几位大大们，现在白天，天这么亮，请问你们在看什么？是罪犯罪？奇怪，这群人白天就在关心，看得到吗？我其实没有做过，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感觉起来就是星星应该晚上看啊。哇，路没有走好，追丢了，就是你们的错啦，就是你们。居然只有一颗星，一颗星也染出来，这里是有什么？这边是一个宝箱啦，难怪有人在守。Tell me where the money's hidden. Look, is it really worth doing?都可以调查的，一大堆塞维利亚理发师的戏服。这里有一张所需戏服的清单，穷学生的戏服不见了。I am the actor Ficaron, loved by all from Marseille to Ghent.We have a tight-knit theatre troupe here. We all get along very nicely. Although, Pascal can be difficult and argues endlessly with Bartol. But nothing serious. What do you ask? A young student shows much promise. He is very talented and witty. He speaks with refinement and, well, as you have seen, he has a very pleasing... Very pleasing, I assure you. Very pleasing.He has one great failing, which I fear will impede his advancement. A failing, did you say, Figaro? What failing could such a one have? He is in love. Good. Stop there. Where are other actors? 他们好像也现在在跟我讲话。I'm Rose. I've been acting with the troupe for some time. I'm married to Laurent.I'm worried about him. Neither he nor our lead actor have shown up today. But if he does arrive, don't let him see you talking to me. He's very, very jealous. 看我贴这么近，他当然要害羞了。哎，他当然要吃醋了。Second lead, although frankly I'm the superior actor. Barto's the leader of the troupe, so he casts himself as first lead. First lead. He can barely remember his lines, likes to mix it up with the actresses as well. Unprofessional. He's not well liked. Laurent, in point of fact, hates him. Laurent's a bit of a turd himself.
感觉起来就是有点角色上的争执，再加上吃醋。在罗斯的突突中找到的，别担心罗斯，我会帮你处理这两个问题。这个也是线索，这是能调查什么？就在费卡伦的拖车旁边，一个闷烧的火灾现场，车外环境有一些烧焦的衣物。衣物原本几乎是黑色的，桌上满是道具，还有一张记录所有表演需要道具的清单。按理发师的剃刀不见了。凶器应该就是剃刀吧。怎么还有一个线索没有看到嘞？最后一个线索在哪里呢？没看到了耶，又少一个，怎么永远线索都找不起？对啊，为什么我永远线索都找不起？之前那个任务也是。真的没啦。好吧，应该还有个地点。连最后一个地点都不知道。I am the actor Ficaron, la parole from Marseille. Avec cet hasard, rencontre d'un trésor.可以救我吗？那你就出范围啦。最后一个线索，这个对不对？太小了吧！在罗斯的拖车中找到的，罗斯，我的小蜜糖，今天晚上在老地方见，拜托你，这次不要再挣扎了。别忘了，我可以让你担任每一部戏的女主角，但要是你不配合的话，就别想上台演戏。你热情的爱人，巴托。利用演戏威胁他。又追掉了。这有个帽徽，我顺手拿一下好了。超贱的，利用角色来威胁。行，很好。这边真的是三星区域吗？这边真的是五星区域吗？我记得这边是五星区域吧？怎么人这么弱？啊，这是
去，你也太弱了吧。居然还拿到这种东西，这么好！是我地方早期了，他还是没有给我下一个地点。不然我看看资料库好了。地点应该就是约会这个在说的啊。哦，地方死掉的人是谁啊？死掉的人是巴托。关键的未婚夫没有看到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从皮埃尔·阿古斯丁·卡隆德博马社，哦，这名字有点长，所写了剧本《费加洛三部曲》的第一幕《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5年，讲述来自塞维利亚伯爵阿马维亚绅士的故事。他必须设法赢得罗西娜的心，然后并防范不择手段的巴托罗。这一切都要感谢他聪明的仆人费加罗的诡计。帮助他达成愿望，阿玛维亚化名林多洛，乔装成穷学生进入，破坏巴托罗的计划。罗西尼将剧中的唱词用在他1816年的歌剧中。没有对案件了解，没有任何帮助。真的不知道第三个地点吗？这个宝箱几星啊？三星算了，不要招惹他们。从我的所有东西可以看到，没有办法推测出下一个地点哎，怎么会这样？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